你们去你会馆。我们今天有两个主编，一个是个人计时组，一个是观众组。个人计时组是橘色的号码贴，观众组是黑色的号码贴。那整个流程就是我们会一起出去约骑，骑完一圈之后回来，黑色号码贴的观众组继续往我们终点二轮会馆前进，橘色的号码贴个人计时组就在这里集结等候我们九点准时放行，九点准时放行，这样是整个流程。一二三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上脚踏车，准备出发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大家小心行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我会在十几点等大家。昨天有啊。哇！走你叫我新年快乐！
三百条，三百条，哦，对啊，在。哇，哎，用拍无打关节。用拍无打关节。什么用拍？这个笨。对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新年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哎呀，这这这这这，我伫下面等恁骑车要出发再起来，甲恁录影。走走，还没录音呀？哎呀，哦，真个水，真个水。我对下面录音遐个出发啦。哦，安尼啊，再起来嘿。走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，新年快乐！哎，走，没呀，走，新年快乐，哎，不，你这没法用哦，哎，哇，走。不要这里哦，这个路好不好？我带你去上。哎呀，三四号敢无伫面顶？哎呀，我有要落来无？我起来看。头抬起来，抬头挺胸。哎。哎，恭喜！这是露营还是照相？露营。自拍。张会长的。卡面顶。这么接嘞？应该接嘞哦。上尾啊，迄搭遐吧。看看遐哟。照我嘛。嗯。照美女。得证。哦，你是露营啊？迄种。哎，露营，即摆露营。耶。这使行。嗯。可以啊。我唔知影。耶。啊，花板那个。哎。也该老瓜。谢谢哦。哦。不要，不要。那我们在山上这种排的，排的就是。不会啦，那里水的。Hello，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应当旁边要站两个美女哈。哎，赖会长，今天减到都四十分。真的。恭喜你们！欢迎参加。只要有自信的都是美女。新年快乐！你玩到有行到面顶去哩？有啊，我行到一三角镇那个。对。
哎，恁算袂歹啊，袂歹。来，干爸。先干爹，咱两个一块输输球。还有我们的林俊
还有我们所有的辛苦干部，大家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最后再向大家身体健康的温书人谢谢、啊、现在我依然邀请我们所有的来宾、啊、利用这个新的艺人、啊、努力一下、啊、我是助理第一位我们邀请我们走到共产的彭董事长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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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身体健康啊！啊，今日我是第一遍，我今日第一遍参加咱的五号轮的新春拜，新春参拜。我第二代在那看到大家那种花头英俊，就在那个哇，咱五号轮哈，将来一个以后大家不但身体健康啊，咱的会务一定会办得真好啊！哈，啊，今年我这特别搁讲一下，就是讲。拄啊，咱透亮的时候，我有提供一个手套，这是我今年我要赠送的物件啦。啊，这个是这卡手套的台湾是本来是美军的特战部队利用的，到尾咱国军即卖国军即卖嘛利用，啊国军即卖就是拢伫咱遐做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就给做一个几百双啊，尔迄当日就去做，尔迄小事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只吼，啊，那来祝贺我们的手道工厂吼，伊的生意吼，啊，如做如好哈。阿家姐，阿家姐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臭会长。会长，啊，各位骑车伙伴哈，大家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哈，看回来是好健康。啊，为今年开始，啊，个人哈、啊，我很久没有来参加淘汰了，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可以来参加。因为我太退休了哈，啊，我不再接生，不再开刀了哈，啊，那这半年也休息，那可能半年以后哈、啊，我儿子哈、啊、要进来做皮肤科，啊，我加跨妇产科门诊哈。啊啊，而且也顺便做医美，然后现在半年是医院在重修改建的哈，而且我我就做青头的人哈，所以啊，刚才去两个人会有穿一条长裙来做演出会啊，而且他讲的到款，一点都不要双臂了，啊，我觉得健康哈、啊、是最重要的哈、啊，我祝各位哈、啊、一定要保持健康，谢谢。啊谢谢我们的臭会长哈，啊，伊就是陈奕迅，你看伊阿爸，我唔开心，我应该先邀请咱振兴公司人啊，魏翔哈，经理啊，臭会长，然后臭会长，然后魏会长，会长，然后让陈总以及臭会长先，我们即将接任的张会长，张会长哈，以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二路车队的伙伴，各位车友，大家早安。好。我先跟大家恭喜哦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振兴公司的支持跟爱护啊。那我刚我们的陈董事长在讲说，阿里奇工出了一个爆料，阿里做大的躯壳哦，我们是很汗颜哦，没有办法做一些礼拍送给各位。我们先跟陈董争取一下哈，大家知道振兴做人家喜欢累的，也就拍累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去争取一下，你去杭州拍累。谢谢大家、啊、对我们的支持跟爱护，那未来日子我们做的活动，好，拜托各位支持，再次感谢，谢谢。我飞了你，短了你，那不行啊！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辅导会长，我们的郑永新郑会长。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喜气洋洋的哈，大家不怕哈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谢谢。啊，谢谢郑会长。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董事长，来，荣誉会长张会长。
会长啊，等等啊，个经理啊，甲各位干部、各级部门，大家大家好。好。我都要听你们讲讲，这些都唔是讲的，你看等等个咧吼，你讲个又做咧，又去做那些啦。我咧讲吼，干嘛讲？成功不是偶然的啦，我们做人吼，天意不实在吼，但是呢，明天干嘛都好，一定会赢，就实在啦。而且吼，大家一起来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因为有你在我们里面吼，刚刚才二号，啊，就这样，祝福各位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各位，接下来我们开始，来。就是咱下一阵的常务会长，各位干部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新年恭喜，各位，我想再来一个，我详细再介绍一下，那陈老是咱的荣誉会员，对，在应该是八年前，八年前，啊，十年前，八年前，那时候刚好那一次我们就去。买手套跟那个正会长，我们去手套工厂那边买手套。啊，陈老板跟老板娘非常非常客气，本来一双是300块，那算我们特别便宜，就是到最后280。没想到我们开会员大会，那陈老板跟夫人上来参加我们会员大会。他没有讲第二句话，那个500双的手套，他说我全部赠送二五十份，哇，这个太感动了。所以在那时我们就邀请他当我们荣誉会员，在我们20周年的时候，他也做了一次那个20周年的纪念手套，啊，也都是骑脚踏车。那今年这一双最特别就是我们那个比较特殊的多功能手套，不管你是爬山、骑脚踏车、骑摩托车都可以用，啊，拿登山杖或者是骑脚踏车，它那个防护性能非常好，啊，而且是很耐用，我们在热烈掌声给他鼓掌一下，谢谢，给他掌声。啊！而且今日祝贺各位新年新开心，哦啊，就是新年发大财，哦啊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阖家平安，谢谢。啊，郑勇有没有？我们的哎，还、啊、有、那个、郑勇的副会长吧？因为非常的笑哈，伊就是一生二中有亲身体验过这个生命的极作的价值。伊特别要开10年啊，要甲咱八老人家吼，要做一种 AED 吼，啊非常有心。啊，这种 AED 可能吼，现在我只开 AED 了，两个教啊，是只要所讲，伊只要来吼，咱就会当做一种中央机械的产业 AED 来去做，来当做一个。接下来我要慎重介绍一下我们货轮会。就是我们的下一任会长，由我们的张玉林张玉林先生啊，啊，非常的认真，啊，非常的熟悉啊，啊，非常的热心哦，啊，咱即摆用热烈的掌声吼，大家欢迎，因为来担任咱第14届会长，咱请了台中的刘总，陈董事长哈，啊，祝新辛苦你哈，咱荣誉会长啊，陈会长。创会长哈，咱两恁大家庭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新的一年吼，祝福大家合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啊，咱以后这个队伍吼，啊，希望咱大家吼，咱这队员大家合作，啊，有咱两恁的吼，继续往前走。谢谢。节目哈，啊，比赛结果有出来哈。报名的有好几十组了哈，那我们取6名来，第一名的是第9组，我们请上台来，你们第5组是曾玉兰，哎，坤才、杨林、罗淑慧、王淑慧，快点，请陈念秋、连瑞儿、
这次吼刘秀琴三十位。哎呦，你给他福气啊！对啊，他别提了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请科长来，下二组别来。对对对对对，一组一组一样一样对。这个是帮我们做这个好的，恭喜恭喜啊！好，先这样子再换一个，来来，科长来，我们跟他们拍照一下，来来。好，一组一组拍来，快点。好 ，OK 了 ，OK。来了。总共三组，总共三组。我赶快，我赶快，我赶快。我一组，一组，一组，一个代表来，一组，一个代表来。对对对，来，来吧，喂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我们还有一个要补充颁奖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计时赛，我们二人车队报了十元哦，啊，其中有三名哦，成绩是特别优秀，他分别就是骑了8分多钟，还有9分多钟跟10分多钟，那我们先来宣布一下哈，来第一名赖伯洲，成绩8分，不知道几秒，第二名吴鼎山，吴鼎山。啊，那代表都有上来领一下，来。好，代表我们请那个小强代表吴鼎山上来一下。好，啊，第三名是汤老师，汤老师呢？哎，会长。赵会长把我们这个颁奖给我们这个车队的基因是最应该的。你一边在报废了，哎，我点报了，不行，那不换了。谢谢谢谢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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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想要进行挑战的时候，却担心消化有点状况。全新扇子大笑一声巨响，一般一声巨响比扇子更给好距离呀，咬出更多好距离，好距离更放得下去。Thank you.